可是这一只比较直啊，不是弯的比较好吃。其实跟你说弯的比较好吃，我觉得说真的，我们倒没有这样真的这样在实验。是啊，有网络说金牛角啊，要弯弯的。我是觉得是卖相好。哦，漂亮。卖相好，你就觉得它很好吃。刚才你去吃饭哦，那环境气氛好，你就讲哎，这物件就好吃。有没有差别那么大？其实，弯跟直的，嘿嘿。我觉得主要哈，主旨还是鲜度啦。哦。不切不？有没有新鲜？你在菜市场，有时候你在买的时候，你要确认说，它这个竹笋到底什么时候采？哦，这真的很辛苦。当你不知道的时候，你就要稍微，你就期望不要太高，不要哦，这这个等于哦，那得拍假。啊，不然就连泥土一起卖呀、啊，这样什么？啊，其实我跟你说，也有人在卖竹笋哈，一提竹笋，然后那个卖竹卖水竹笋的中盘哈，他还会送一包泥土。骗人的，很。所以不是你们自己要去判断说什么是事后加工上去的啊，上面是竹笋。小青蛙，起码竹笋哈，你要去吃到迄落。这是癞蛤蟆吧？几乎快绝种。癞蛤蟆，它怎么跳那么快？因为哦，那不是癞蛤蟆。